我整个现在很放空。你有告白过吗？我有告白过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我觉得这场戏蛮有感觉的啦，我觉得惊讶，然后后来就是给了我一个小吻这样子，不知道吴雅欣的告白我会不会答应，然后今天有跟他说，我并没有不喜欢你，然后他也听了也觉得有点惊讶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曾经我做过的事，但是我没有不喜欢你。有很多粉丝跟我告白过，还蛮可爱的，我觉得。但是我自己跟女朋友告白，好像是在高中的时候吧 ，high school 的时候，就是跟我那时候好像在打篮球，然后她是我们球队的助理，然后就是大家都说她还蛮喜欢欣赏我的，然后后来我听到了，然后我就知道她还蛮欣赏我，所以后来。我对他有一点感觉，然后后来有一天，在有一个生日的派对呢，我可以顺便问他，我就是带到他去一个平静的地方，然后跟他告白。然后就说听说你喜欢我啊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也蛮喜欢你的、啊，那我们可以交往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就这样交往了。就是第一次的告白就是献给一个，然后高以翔说他干吃了牛肉面、咖喱面包。阿丽，一成，够了，还有韭菜水饺，韭菜水饺哦，加辣椒，辣椒，有一层哦，哇哦，有一层，好多味道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吃了猪脚面线啊，牛肉面啊，韭菜水饺，奶油面包，还有大蒜面包。好，那你有感觉到他吃的东西了吗？因为刚才并没有真的吸上去，我只是借味而已，所以我还没有闻到，但有闻到汗臭味。他说有汗臭味，那是他自己身上。因为他今天一早到晚，所以汗臭味一定是他的。哭了，讲一下现在的心情。太难背了，什么吴三桂？我帮你讲他的心声。好，你讲。一下还在流眼泪吗？现在是内心戏吗？你说累吗？对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高飞先生。头男，是头男，不是头男。然后晒了一天的太阳，我整个现在很放空。好累哦，好可怜哦。实在是很累，但是我一定要坚持到底。想继续看幕后花絮的话，请锁定单数绝配，不要走哦，拜拜，拜拜。